真的改变了我们世界，舞蹈圈真的改变了很多。好，那来自我们最不讲武德的从右的同学，哪一位代表？小谷。哇，哦，原来你滑钢毕业之后跑来这里也是不是啊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对对对啊。是冰头场上最常遇到的股市兄妹的妹妹啊，好，那也是一样代表着你们这个团体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从右 Seventeen，然后我们这次叫 Q 法 The Reading Team。
哇，你是怎样要搭世界杯是不是啊？硬要有 Q 法的名字啊！来，先来进我们的这个算是重幼的同学了啊，真的是不讲武德哎，因为呢算是你们的主场优势了啊，这个欢呼声真的也比别人大一点啊，那也还蛮明显的啊，你们就是用这个 Michael 的歌曲去贯穿全部了，对啊。当然，舞蹈直球对决的同时，也是加了很多 Michael 的一些小巧思、小巧段在里面啊，非常的棒的啊。那最后呢，是那你们自己的部分要不要再补充一些啊？我刚刚这样讲一些，但我相信哦，你们刚在呈现里面也有很多的小细节啊，是不是？有我没听到的，你们想要跟我们的评审老师来分享的呢？来，小谷。因为我们这次人数只有22个人，所以我们在于编排跟巧思上。跟前年做相对很大的改变，跟一个我们想要努力的方向，所以刚刚中间有一段是比较慢的 RMB 的 Hip Hop 跟 Latin 的段落，那个是我觉得我们整段舞最有魅力，跟 Michael 那一段是我们最有魅力的存在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我喜欢你这样充满自信的哦，把你们这个最喜欢的段落给跳出来，来呀、啊，好给你看了，这个就是我最自慢的一个部分哦，很棒的，很棒的。当然，如果想要跟他们前年的表演做一个对比的话，来，请看我们的 VCR。好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怎么可能会有？哎，吓到！吓到！哎呀，哇，想错哦，真的有 VCR 这么棒啊？没有，没有啊，对啊。来，那我们这个部分呢，哪一位评审老师啊，要给我们来自于从幼的同学？哇，男神一德，男神一德啊！来，一德老师，请。Hello。同学同学你们好，就是我觉得看得出来你们不管是在编排服装跟整体的气势，看得出来你们整体的用心还有你们的企图心，我觉得非常棒，就是我很喜欢，这是第一点，很棒，谢谢老师，肯定肯定啊。那当然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更好，所以这边给一些建议，我觉得在编排的一些有亮点，有出来，有队形，这些都做得非常好。只是呢，有一些音乐的层次，我觉得这一方面可以再去多着眼多一点。就是音乐对不同的节奏层次，除了上下之外，可以再加入音乐的层次，可能会让整体变得说不会是从头到尾可能是都 focus 在音乐的某些细节，但少了一些其他的层次，可以去想一下。再来呢，刚刚小虎你有说到就是。在沉的 hip hop 那一段、啊、我其实蛮欣赏的，就是因为其实在比赛要出这个，然后甚至最后 Michael 其实要诠释是没有那么容易，真的哦，对，尤其那个音乐落差很大，对，就是，但必须说老实话，那个真的是需要更沉，要可以沉得下去的时候，其实大家的 groove 要对，看像 P 王老师这样，对，哦，对，哇靠，这么劲啊，三五零八。对，就是我觉得沉的那个东西，把 groove 的那个轻重跟延伸感，它的 timing 要再更去要求，甚至包含最后 Michael 的那个，你知道那个 funk 的那个 timing， 那个要求大家再更利落、更一致的话，我觉得会更棒。对，谢老师。对，那其他我觉得都非常好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加油！哇，谢谢我们一德老师，谢谢啊！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蛮喜欢的哇！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把我们一德老师的建议也都听进去了。那另外我补充一个地方啊、哦，因为呢，老实说，你们虽然到目前为止只看了3组，但是呢，你们这组也是唯一有一些可能抛啊、翻啊这些可能比较危险动作的这样的一个组别。当然，我们没有去限制各位。不能做这些东西，但是如果像什么 HHI 这些，可能在大型一点的国际大赛，当你在做这些招的同时呢，它其实如果你没有落地、没有落好，是会扣分的哦。对，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一些翻的蛮危险的哦，所以小心小心，好不好？对，这个东西呢，真的算是一个双面刃。而你做得好，当然画面漂亮，但你做不好哦，扣分是小事，但我觉得如果受伤的话，真的很遗憾哦。所以真的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看了，看见我是心惊惊啊！你是怕哇，真的受伤怎么办？然后那个脸哦，差一点被，真的小心注意一下了啊、哦！那我相信呢，应该你们成绩也会是不错的啦。再给我们从幼同学一点热切掌声，谢谢，辛苦啦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！辛苦辛苦啊！苏哥，苏哥这样啊，苏哥哇，
马上要宣布是来自我们第十九届我们的北区舞展第二名的得主。没错，请我们洪龙老师来宣布我们第二名得奖的是，恭喜地主队从右开吧，恭喜我们从右开吧。没错，让我们已故的流行歌手白骨精得奖。从右可打，我可以起身。好的，恭喜我们从右可打获得我们第二名的佳绩。没错，恭喜你们，也再一次要感谢你们如此大方的提供这个场地啊，让我们北区舞展有地方可以办啊。